小学结婚十年里，全职家庭主妇都算系前家有道噶啦，事业稳定，每个月收入有五位数。但系男主角话佢一啲都唔开心噶，点解噶？因为佢由细到大被教育要成为一个孝顺仔、好老公、好父亲、好上司、好下属，为咗个好字，佢努力完成每一个角色同责任，但冇人知道佢每日有几攰，每个月嘅收入都系用晒喺屋企人嘅生活费，自己想松动啲使钱租屋啦，仲炒股衣服添啊！佢话自己唔开心。自己幾乎冇乜朋友，揾多啲錢試過啦，結果揾得越多，使得越多，壓力又越大。佢覺得除咗佢之外，大家好似都過得好開心咁嘅。唉，其實諗多咗啦，幾百個 comment 入邊都自稱係同事兼涯淪落 bros， 鼓勵佢要加油。但對於生活更加艱苦嘅嚟講，呢一位 bro 仲有時間去諗埋曬啲唔等死嘅嘢，即係佢嘅生活仲過得去啦。有人呢一餐都未搞掂，邊有時間閒靜去？亲朋好友就选择燕窝礼盒、基金礼盒、